早上的8:51，轮椅社长呢，今天跑到大龙洞的保安宫，向保生大帝的请安问好，在这边为我们539会员的祈福，也为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祈福，希望呢，我们能继续连中第六次，谢谢昨天保生大帝，我们昨天中了2733两星。希望今天有机会能冲破三星，有机会这个礼拜今天呢能冲破三星，这个谢谢我们那个保安宫的保生大帝，带给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降福气给我们，我们初一十五呢，都会到庙里面，捐点香油钱，初一十五呢，我们在庙里面，然后我们拜完拜后，我们就去，供奉一些。面呐、给我们机构的58个，其中有一半是可怜的人，供应他们吃点面，因为现在，我们另外那个，有一家庙，他现在不再供应我们面吃了，那现在记者呢，赚了点小钱，每天初一十五拜完拜，然后赚点小钱，也希望大家有中奖有中三星，立刻捐钱到18615906的账号。捐给我们，我们来做善事，到我们各个养老院、孤儿院，及我们贫苦的家庭中，我们来做善事，来帮助这些人，因为记者很了解这些人需要什么。因为记者3年前也不是残障人士，残障人士他需要什么的生活呢？只有做残障人士他知道。残障人士呢，他知道政需要政府帮忙什么，所以记者在有生之年一定朝这方面发展，希望我们的政府要帮助我们残障人士，因为我们已经是输别人一半了，这还有多少的余命我不知道，但是呢我每天求神拜佛，希望他人给我们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赚点钱回馈社会。那我现在也有个愿望呢，希望成立在庙里面有10000个轮椅大金啊，10000个轮椅大金啊，对，我们有7000-8000个这个彩券行的人，卖那个干什么？我们到庙里面去卖一些建设性的产品，不要去那边贪图这个利益我们有人走在户外，我们就往户外感谢你的支持，环球邮报轮椅社长在这边感谢我们保安宫的。大龙洞保安宫的保生大帝，感谢你，非常感恩。